演员朱轩阳今天遭到《镜周刊》爆料，与歌手吴卓源晚上在河滨公园幽会，女方不仅大胆坐在男方脚上，还隔着口罩接吻，互动十分亲密。而朱轩阳稳交五年的美妆网红女友 Cindy 在得知消息后，就火速到吴卓源 IG 最新贴文下方开呛：“我的男友在你身上吗？”虽然没有过多久就删除留言，但早已被网友截图下来，散播于网络上。不过在报道曝光前 ，Cindy 就在 IG 发出“总是学不会”哈两篇现实动态，让粉丝猜测他是不是早已知情。如今朱轩阳爆出劈腿绯闻，经纪人则对外回应：“工作很努力，感情太年轻，处理不好。”吴卓源经纪人也向媒体表示 ，Julia 与朱先生因工作结缘，在被告知他本人已分手，双方才会往前一步相处。目前情况对他来说非常错愕，非常受伤。之后面对感情会更小心谨慎。不过吴卓源的声明一出，随即遭到 Cindy 打枪：“你确定？”似乎对这个回应持保留态度。吴卓源及朱轩阳 IG 则遭大批网友留言开炮 ：“Julia 不去 ，Cindy 不来，不用买榜，直接登榜，不要拿年轻当借口。”而朱轩阳出轨还登上微博热搜，不少中国网友都感到相当吃惊，纷纷表示胆子真的很大，居然敢在外面这么放肆。